作祟，奢取一生的漫长，换一回。二姐三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打死他们的。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奢取一生的漫长，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？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。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心寻名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。金钊，你还没好啊？姐，我们走了，该去枫烟驿找石芳他们了。呀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呐，真是野猪拱庙门，自己送上门。哼，刚才让你们两个侥幸逃跑了，现在你们的好运气到头了。上次落荒而逃的可不是我们啊。我告诉你，本座拦住这片水域本来就是放养镇瑶的，今天我看你怎么再嚣张。让罗兄来救我们。可是，走。
家主，您先别担心，我师父就在此。好，师父，师父，先别急着事物，先轻收伤物。 秦青又受伤了，带他进去。师父要替师叔诊治，洛家主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好，我在门口等着便是。 顾前辈，辛苦了。放心吧。